猪肉。我要吃猪肉。你要猪肉吗？他为什么要这样？三线牛，那个是这样，就是三块猪肉。永祝海台兴旺，圣诞平东亚联络强强基。强基典礼，典礼开始。将他搞好，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我们也强基开，我们也来强组织管好了。那个开始哈，对啊，好嘞，拜托大家哈，那里还有工时的时间啦，好，拜托大家迅速合作哈，用萝卜面，用萝卜下，拜托一下好啦，开始哟，起立，是我身一股伤痛。
千里，一想起千回。永托延平君王圣诞千秋文书为民歌一把一生一年随时亏毛一根钢绳送你便宜但是自量身今有林落香香草种清贫代表为主席求春印七春春章开三星中灯寓意向我插过代表永变子女自己杨平君王开神父先生破错前李艳艳神王忠肝义胆不朝为官是指挥后不正不良不该不教民族之功奉差做事功过得好身为身的福德光笔永丰身的运送救义结束中枢天地礼物眼里生啊天成自己永中灵堂心意足够
穷尽从西三言离酒，不亦乎有风雨损失，是归生平合尽平安，人逢酒水富贵福利，祝欢顺事百业兴隆，家家吉地吉富昌隆，富贵生阳。
他们的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们。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再几波，三几波，请坐下。我们有请我们庙方副主委。那个竞争激烈的考试中，金榜题名。我们正风庙秉持一直以来对地方上教育的支持啊，我们长久以来在对于我们的那个甘宁度的，不管是硕士生、博士生，还有我们大学生的那个金榜题名部分哦，都颁发这个奖学金啊，以资鼓励。虽然金额不多，重点是我们要发扬这个对教育的一个推广的精神。或者我们的一直以来的是奖学金，这是由我们一个徐木兰基金会来提供啊，再由我们的庙方来颁发给这些的清新学子们。在此，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各个考生们金榜题名之后，在各个学术的领域上都能继续学业进步，为我们麟洛争光。谢谢大家。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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